ว่า卡其马也，卡其马也，这个瘦脸。Hello，Hello，Hello，hello, hello, 我刚到宿舍，天呐，天呐，天呐，娜姐今天好辛苦，好累哦。Nice，Sorry，好尴尬，好尴尬，怎么立不住呢？给你们带个发箍吧。我的手机被性感，哎呦天呐，给你们看我的假发片子。我今天找朋友代考，娜姐有听到吗？有听到，有听到。他是不是说的那个咔啦咔啦说一堆的那个？哈哈哈。我明白，你说完我明白了，说完我就悟了，当时我就悟了，唉，天呐，太热了，欢迎燕窝，欢迎刚进来的宝贝们，天，太搞笑了，今天。今天太搞笑了，大家有没有看公演？太搞笑了！我在车上，我看到我那个最后的那个今天的蝉很帅气，真的吗？那我只算成功的蝉吗？因为我当时跟老师说，如果我跳不好，我就倒立吃屎，很成功。真的吗？这是真直播间，这个直播间还有人工播报吗？什么人工播报？大可不哈哈哈哈！天呐，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我那个就突然想起来，晚上，hello，我跟你们说，我找着另一个手机了，开心吧？可高兴了。但是我没有充电，我给它充电。请务必表演一下。这个怎么表演？谢谢。今天你很漂亮，真的吗？谢谢你，哎，天呐，太棒了！晚上好呀，谢谢小马王爷99个荧光棒，笑死啦！天呐！搞得我这么不斯文一样，是不是啊，宝贝儿？哎，娜姐身材真棒，这你夸的，俺都不好意思了呀。今天 MC 那炸弹，哎，我也没有想炸弹，主要是大家不禁炸呀，真是。不好意思，把你们摔倒了，对不起。今天好勇，也不是好勇了，也是正常发挥了。好了，又被摔了一次。今天我开播5分钟，然后咔咔咔摔了七八次了都，哎，三，今天来感觉手机长，长大了，哎嘿，高兴吗？开心的，哎，但是我手机没有电，哎，今天超棒，真的吗？开心，这个角度很 nice，我还得挑角度。等一下哈，你们卡一下，应该是静静给我发微信了，你们等一下，卡1分钟哈。
来打扑克，顺子一对那也养不起，怎么能养不起呢？嗯，是不是？怎么能养不起呢？我这么好养。过，这又是刘星什么心梗啊？要不起？等一下，我回个微信，静静的微信。管住，进去一个插队进去，那是我秘密可多了呢。快点吧，快点吧，我等管住。等一下进去微信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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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不要乱讲哦，我可没有，我怎么能，我是那么容易满足的人吗？是不是？那是我们女孩子的秘密多了去了呢。金鬼应该很高兴。是，哎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根本就，新鬼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哭，骂你这，哎，我跟你们说哈，我今天，咱也不知道那脑瓜就蹦出了那个就是屎藏该藏不是，怎么来着那个怎么是什么我说的是什么来着，屎藏吗？不是。屎不藏吗？不是，我给你们，我要强调一下，我强调，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人，好吧？我平常不是这样的人，我平常是一个非常有内敛的人，好吧？大家不要误会我，不要误会我，对吧？哎，不是啦，我不是那样的人啦，我作为一个小偶像，我对吧？作为小偶像，小偶像是要是要有小偶像自觉性，对吧？不能说太过于激进的词语，啊、嗯，对吧？不要，你跟你们朋友不是误会，不是误会，大家不要误会，我不是那样的人，不要被我吓跑哈、啊，谢谢。我怎么能是那种人啊？是不是啊？我这么文静，我苹果头找不着了。我今天另一个胖胖的朋友说我很胖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那我好开心呀！哎，你们觉得我今天的竹板打的怎么样？那也今儿缠不错。哦吼！给你们看我的主板。我这两天啊，我这两天咔咔的，我就开始练主板，我自己学的，跟 B 站学的。然后那个词儿是我昨天半夜睡不着写的，对，其实我之前也写，但这个。我还没学到这个板儿呢，我还没学到这个板儿，我只是先学这一个板儿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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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竹板这么一打呀，辫子真不快，是吧？耶，竹板这么一打呀，辫子真不快。我跟你们说哈，我跟 B 站上学的那个竹板儿。是学的这样，它有两种打法，我先学了一种打法，我今天就是用一种打法，就这样，一二三，啊，一二三四，这么一下子，还有一种打法，一不对，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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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能听到三个点吗？能听到三个点吗？就是这样，一
二三四，就是两个点，然后一二三，一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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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谢谢 A L I C S 的荧光棒，谢谢你。这专业吗 ？Hello， 玲玲，我来。玲玲，玲玲来我们房间直播，这叫专，这不专业。我不专业。我在谢听那儿，我容易。他说，谢听一话听不见，就是我在叭叭叭。没事，咱俩一起嗓门大，吵死他们。今天草子哥还没在隔壁，草子哥要在隔壁，我们可以掰头了。不垮，嘿嘿，吵，哎，可以。你还有直播架吗？我没有直播架，我直播架坏了，被我掰坏了，然后我现在就架到这边。哦，这边是 WiFi 是。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厕所那边的。吵，二哥，你怎么只有一只手的？哎呀，我这边这个手还没学会呢。玲玲，玲玲要跟我共享 WiFi 密码，我这边都卡了呢。你还期待我给你唱首歌？你期待啥种类型的？你咔咔那种 rap 还是啥呀 ？rap 也行。rap。你不说我适合唱 rap 吗？我觉得你适合唱 rap。对呀、啊，你唱 rap。快快快！哇哦，要嘿嘿，可以期待一下。像是钟燕这种，我就喜欢。哇哦，可以期待一下你明年打快榜。明年什么场合呢？明年等林姐的下一次生日公演。没有明年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明年肯定可以。明年可以，那肯定是后年的生日公演了。不行，你就跟叶总说，跟吵，必须明年，是不是？不行都不干都不行。也行，来个合作。对啊。我准备下次找林姐打快板，被嘲讽，对，金刚做的石头，还吵吗？这个九板这么一打呀，哼哼，骗的，咱们不管。哦，哎呦天哪！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手机还没有电，哎。哎呦，你们都干嘛呢？你们这么干嘛？都干嘛呢？这么都干嘛？吓死！哦呵，欢迎小马王爷，欢迎，要不然欢迎电车。你就按一下。再参观吧，哦呵，可以。等一下啊，让我给我放一个 BGM。放个 BGM 好吧，在想，哎呀妈，主板这么一打呀，别了，咱不垮，垮一垮呢。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不？哎呀，阿姨都成你们的梗了，就天天问我，一上来进来就问我屎不擦吗？屎不擦吗？屎，我能不擦吗？啊？真是，我怎么能不插呢？今儿觉得太晚，明早。好的，辛苦了。对，明天还是打工人的一天，记住明天有三倍工资。终于又来看了，好呀，终于来了。今晚给你们放个 BGM 啊 ，BGM。哎，你们想听啥歌呀？我现在给你们清唱吧，唱啥歌呢？我跟你们说哈，我今天就是看了我那个的直播，就是看了我那个禅的直播，就禅的那个
天哪，我觉得我最后那个扫堂腿可太碎了。对呀、啊，监管也不是很乱，确实真的吗？我今天看那个回放，天哪，我那个扫堂腿呀，确实帅，你们这个帅绝对就是生意呀、啊，帅呆了是不是？我在冷的瑟瑟发抖，膝盖不痛，还好，我用手撑着了，但我觉得我最后那个 ending 不是特别碎，我最后那个 ending 就很有点狼狈。我是双手支撑，我现在我要是单手支撑的话，是不是就很碎？这屋里有好多人，对呀，很多人呀。琳琳来我们直播，不是来琳琳来我们就是房间直播，因为她觉得她的嗓门只能跟我匹配。看出很努力，东北的兄弟我也好冷，你们那边都那么冷吗？哎天呐，我们这边太热了，真的特别帅，真的吗？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舞蹈咔咔的，我十天前我就跟老师说我要练这个舞蹈，然后我真的哎，今天跟谢天鹰的抢的咪咪，冬天是秋不太冷，哇哦，不太冷要穿秋裤哎，兄弟们。Hello， 套子也帅，真的吗？你这夸的我都不好意思。真的吗？我会附和你的。秋裤下身，还用大短裤，哼哼。对呀、啊，哎呦天哪天哪，Everybody， 我们这几十度，哎呀那你们太冷了，我跟你说我们得穿秋裤，不能冻着，年轻人现在腿冻不得。安徽者春秋战，好冷啊！没感觉，过段时间就下雪了。天哪！再穿了，再就是五度。琳琳真的好啊！你知道吗？你给我过一下密码，我那个就是画面卡都非常尴尬，你知道吗？大字哇都漏的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发问号呢？谁？对呀、啊。是谁？小鱼。有小鱼。啊，小鱼。我给你们，给那个谁送衣服啊？嗯嗯。是谁？那也真是好了，那是辣妹啊，严辣严辣呗，是不是？把这个放哪儿了？你就放，哎，放上面吧，放那个被子上面去。那里是吧？好的，我走了，拜拜。谢谢，拜拜。陈阳不在，因为刚刚琳琳连我们屋 WiFi， 然后他就跟我说共享 WiFi 密码。这个女人，她手机共享就算了 ，iPad 还得共享。人家，一会儿可能你会卡哦，我们屋网特别不好，我都想蹭隔壁网了。但是今天我觉得应该可以，因为今天他们都巡演去了啥的。嗯，我在看这个好多人，这个B站下面的评论，有一个朋友写了好长好长。真的吗？天哪，你们就是你们现在都明天又上班吗？还是你们明天还是在剧场 happy 呢？是不是？
十八，你看，那什么？我看到他们这个金币大光，好可惜啊！我才把我生日环节的那个后面那个冰瓶和那个辞职在家养。哎，你怎么辞职了呢？你身体怎么样啊？为什么？就是感觉放假。哇哦，晚上好，晚上好啊 ，Hello。老师说了，说的就是你们是不是快要开学了？后面那个后面那种假期才过一半，为什么你的假期都五号了，这两天你们不开学了吗？放十天，明天最后一天待在家里，后天回学校。哇，我下周一才放假，真惨的梦。屁屁放时间，大姐没有外套可以披上吗？好吧，好吧，这样你们让披了，我披个外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哈。这样吗？为什么你们有那么多假期啊？其实我今天好像我感觉公演开始前还挺紧张的。对啊，然后我公演开始后就没有那么紧张，而且我今年的生日还是近半年不紧张。关键是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怎么，我总觉得我好像没怎么去练，然后就想周末补课两天，但是我现在生日还没开始七天假。那我们都没有三倍工资，你别说有三倍工资，你说平常每天我让我每天跳公演都行。但是我发现我如果半个月没有上公演，我的体力有点大不容前。大姐才会。哎呀，主要你们都加班有钱。你休息了一天，就到晚上了。看得我都饿了，真想吃。对，我今天晚上没有吃晚饭，就中午不对，今天就吃了一顿饭。我今天跟谢天一抢的咪咪。而且意外的，就是在下。嗯。很像，对。他动作有点像，这个打型还跳过来，就是突然感觉自己体力。就是跟不上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之前也是半个月没上过来。我跳遗忘的国度的时候，欢迎红娘今天贪推哪个小偶像呢？然后我跳命运的翻嘛，刚开始第一首歌我就是这样的。我有一个新的表情包，就是那个专属专属是那个三角函数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我觉得这个表情有点像狗狗一的表情，天天的天星哦。命运的放开，多出点通告吧。请杨幂和王子多出点通告吧。其实也不是，我跟你们说，其实也不是。命运的翻累是真的，就是跳不动，就是也不是，就是好久没有跳公演，就是我的体力已经是宛如一个老年人。我记得我之前我就跳命运的翻，刚开始，这样。不卫生，不能算。游泳健身了解一下。哎，我觉得这个需要我一个很大的动力。平时练练，每天来十公里越野。你这越野是骑自行车还开车啊？大了，我说怎么网费就没有一个这么大的旗子，我说不行。哎，你那个旗子是哪来的？做的呀，新做的。真的吗？特地找了那个萨姐姐做的一个，我说你我们不是有报销嘛，500块的报销嘛、嗯、我说你就把那个钱就是用在里头，就是哇报在里头。哇哦，我专门做了一个插队的旗。天哪，我们队有旗了。做一个新旗，我们队有旗子了。不行，我以后当然都要扛着它。插队的旗子，
插队，运动会的旗，运动会哪有旗啊？运动会是个牌子。对，我们队的旗可是用玲玲生日公演的报销钱新做的。所以我在最后有的话多说一点，我们今天展示旗，插队的旗，绿油油的很漂亮。我们有旗子了，我们有旗子了，天哪，哎呀，结果这个环节不走心，然后我也不记得这件事儿，天哪，我们有旗子了，对，绿色的旗帜，加油 Team X， 我们有旗子了，天哪，我以为那个旗子是以前的，没想到是新的，没想到是新做的旗子。我剪了4天，你们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在口袋出现吗？是因为我在剪视频，我在售卖吗？维亚听剪视频，对，剪了4天，所以我根本没有在口袋里出现。我一只眼。对，剪完，我是一个就非常有集体，该吃晚饭，吃完晚饭，集体荣誉感的人，就是我真的很，我真的很，就是很有这个懂感觉，就我就那种很卡点，就是想卡里面的点嘛，就开始卡。欢迎刚进来的小可爱。所以我对，就是我真的是一个蛮。蛮就是有对魂的，我没有，为什么没有呢？你要检讨自己为什么没有对魂呢？特地剪了这个视频，只不过怎么能没有对魂呢？时间不够，所以就剪的不是很多。然后我特地剪的，对不对？怎么能没有对魂呢？那个我唱的这些歌，只有一个队伍发展起来。我为什么队伍里面的人才可以发展起来？对吧？你知道我为什么要选他？因为其实只有一个队伍的强大才能变成我们个人的强大，你不可以是独唯，你不可以是独唯，你要学会去接受一个队伍，然后再去喜欢一个人。就我生日不远，就来跳一下这个，而且其实总像要做第一我才知听，你像哎不是这个，是对，就是我觉得那也对呀、啊、为什么怎么能没有对魂呢？对不对？要知道一个队伍的好才会有我们个人的好，对吧？但是你以一个很个人的很好去真的代替整一个队伍很难，对吧？所以我们需要大家一起努力，一起进步，一起让我们绿色的旗帜飘满天地。我才发现，哎呀，他们写和弦都是差不多一起写的吧？酸辣课堂。哎呦，其实我也没有很有经验，反正这是我的认，仅代表个人意见。确实，确实，因为和弦就那么几个。对。所以现在做音乐很难，动不动是不是就是这个音乐就是三个以上一样的就是抄袭了，还是几个？不是，它是分小节。就是歌曲的话，我们不是有小节嘛？我们平常是以4小节为一句嘛？平常4小节，正常来说是按8小节还是16小节？嗯。所以就是对绿色的，对，就是我觉得。所以你每次唱就是大家只要就是有希望，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大家其实就像他们很多人觉得。哎，其实我们队的人觉得不熟，其实并不是，就是因为我们队的人，有些人的情感并不是所有人的情感都喜欢给予表达，就有些人的情感就是藏在心里的。你问他爱这个队伍吗？他肯定是爱的，但他可能他并不是所有人，他都会把这种情感去抛出去，抛给大家，对吧？所以我觉得太漂亮了，我好喜欢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不同，所以说就是，但大家心里面想的都是这样的，就是大家心里面其实都是想的是为这个团队好啊，或者是为怎么样。哇，谢谢黄冠，我已经很多年没有收到黄冠。娜姐的曾在心理学上表露出来，对。至于藏在心里，对呀、啊，就像你们说的，那我问你们，一个人在暗恋的时候，他的情感永远是很突出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
藏在心里，你怎么能说他不爱这个队伍，对吧？我的头太漂亮了。所以我觉得我的发型太漂亮了。晚上好，Hello，晚上好。我的这个发型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我跟他们跳拜拜拜的时候，怎么这个点播？就是下了公演，然后还化了妆，我觉得不直播有点可惜。不说不带，对呀。那年跳想要我想，那你现在蛮好看，耶，好看吧？啊，不，这相信自己的生活。对不对？这个衣服我在台上真的好漂亮，说明肉眼就是所以说我因为你看，其实我们之前研究过我们队的星座，我们队星座就有很多巨蟹座的人，那巨蟹座的人其实他就是属于他情感很丰富，但他不会言表出来。熊里面是小鱼，小鱼可喜欢，娜姐头发短还有点。真的吗？我还在犹豫，但是就是我在犹豫下次跳的时候要不要去接假发片。好可爱，小鱼白白胖胖，这个脸就算它粉底打得很白，但是那个显得白白胖胖很可爱。谢谢 Snake 送的眼睛，拜拜拜。其实这首歌应该是真的没有接吗？其实这首歌是可可一选的，可可一想跳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加入了他。其实原本这个舞台也是给和扎七头发长，扎七头发多长？你怎么那么清楚？你们不会有点什么吧？你们不会有点什么吧？好看，真的吗？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跳场，我的头发乱飞，真的是，我头发真的是乱飞。我有那开个，哎呀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可磕了，我可能磕了。那个光面罩着那个没买好。没有没有。黏糊糊的，黏了我一手那种像不锈钢屑。我以前可是有名的，就是那个月老呢。那姐，因为我最近有刘海，真的吗？其实我还想跳那个，所以我现在一直都留刘海，喷发胶。哎，喷发胶都不管用，我那个刘海真的乱飞。科学家，课堂大师，真的。哎妈！我跟你们说，我老磕了，我老磕了，我就磕了，就是大家的爱情，对吧？磕到了，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就是下一次握手会的时候跟我说，我脱单了，我对象长啥样啥样，跟我说我老磕了，你天天给我看照片，我老磕了，多打几遍发夹，磕战友情吗？战友情怎么说呢？有点硬。磕起来，然后哎妈，你被王菲带跑，带跑啥呀？友情也磕，应该是我记得是因为这期报四级可忙了。哎呀，你老知道，啥都知道。宋天纯也磕，天哪！我跟你说，我啥都能磕起来，真的，我真是啥 CP 都能磕起来。现在脱坑了，谈个对象咋？哎呀，那你就不能谈个一起犯我的吗？对吧？我是一个比较，就是比较需要大家的爱的人。我有对象，那就你有对象？你有对象？妈呀，那你不用过双十一了。是在安利 CP 环境 ，BE 的也能磕。哎，这个就是错失的爱情嘛，我觉得。他磕的不是当下，磕的是曾经。一般谈恋爱就是初看，对象可好看，真的吗？确实，我把同事和他朋友圈拉进和战友情磕起来。不对呀，个性不行 ，CP 过了，我对象差着，安利一下我的 CP。人家一起对啊，人家手拉手看公演。前推炒 CP， 然后转推了，你被小五传染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可不是被小五传染，其实我就是这种人，我老磕了。我跟你们说，磕 CP 啊，大家都快乐。突然感觉有对象有点不合群，合群合群合群。马琳姐唱歌好灵啊！琳琳，
琳琳，你唱歌好灵哦。哦，谢谢。琳琳唱歌，喂琳，好甜，你知道吗？好甜。CP 最好磕的是设定，就是比如说一个人是设定是这样，一个人设定是这样的吗？别磕，天，小精灵。是的，大家以为我爸叫我。这个要刚出道的时候跳。那说明你也有你也有一个你的名字里面有个零呗。我记小五声音说他磕的 B 不可能 ，B 的 CP。现在他爸声音真的很大吗？那就好。哇哦，反正我觉得磕 CP 会让人快乐。喜欢年下还是年始？更喜欢年下还是年始？年下年。你是说我更喜欢年上一年，还是说我喜欢当五哥磕的 CP 够了吗？我因为不可说 CP 如何，他在底下拍磕的 CP， 但是我好感动。后台我更喜欢好大的面子，我更喜欢年下吧，我觉得年下好磕，我就觉得像姐姐跟妹妹的那种。欢迎谁不什么？欢迎赶紧来的小哥。你们喜欢？我觉得磕姐姐会，对啊。我室友是年下吗？你问是什么话？我室友是年下吗？他在我面前，他肯定小啊，他肯定比我小啊。那些脑子。不是哪对儿，你知道吗？就像那个就是电影一样过了一遍。俺去睡了，声音响了，不知道那个你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今天在后台，我今天在后台给他们看美女，看的都羞涩了。年下的年上都好看，那你哪天开个课堂小课堂吧？课堂小课堂，其实我觉得我课起来也不专业。说说看，我也想看能抖音的不给你们看。我今天给小鹿还看了，然后给菲菲还看，然后给富贵还看，我给他们后台所有人都看，太顶了！我跟你说，太。哇，这什么？戴安娜凝视。谢谢蹦的奶茶，我也想看。上次给小雪看还不是，换人了，不是他了。凝视。听过后台都在换衣服，后台成员都在天哪！欢迎在下怀音，哈哈。我都没有陈琳的凝视。那我不花心，只是因为他最近没有产出那种非常非常非常让我上头的视频。这真的，但是我不告诉你。太酷了吧！身为一个 FW 是啥意思？有没有 CP 啊？我没有什么 CP， 我独美，我哪有 CP 啊？对吧？我哪有 CP？ 我都电灯泡，我哪有 CP 啊？那青青当时都说了，电灯泡当过吗？是吧？你们觉得我跟谁合适啊？有没有觉得跟我合适的？大家帮我看一看好吗？挺平的一首。我觉得菲菲最近都不爱我。其实我那也希望大家称为独为吗？那也希望大家称为谁独为吗？称为粉丝独为还是啥？我就都想好，我想找。我觉得娜姐和王菲也可以，我也觉得可以。但是我后来觉得，如果我去录这个歌的话，但菲菲最近身体不好，感觉了不行，而且身体最近身体不好，痒痒，就是那感觉就来了。嘿嘿嘿。我室友最近不爱你，不可能，我室友怎么可能不爱我？我室友肯定会爱我，心疼，那也气气，嗯。我跟静静，我觉得也行。啥呀？啊。我声音那么粗犷的吗？啊天哪！力量是我们唱不出来的。哇！你没有听你自己的禅吗？我听了。难道
爆了！哇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林姐，谢谢谢谢。不行，那静静静静 CP 太多了，静静我觉得跟谁都有 CP 感。静静是一个万能的，好，就是他是一个万能科。就他跟谁都有，感觉都有一腿的感觉。因为我就是希望我的生日环。我感觉我都磕。还有那个跟娜姐唱的那个什么歌，但是就是我想，如果是一五，你看我多可怜，都没有 CP， 多可怜，人都一对一对的，人都成双成对的。搞炸也，我觉得齐静跟富贵也行。就是嗨一点的，就是。不行，你这孩子这走呢的，这么走这么倔，那这就是都他有软软，但是哎这就难了，我们就是要走音乐节，哎今天还蛮那个什么的，这就是那种啊，那边一起来的，就是那种嗨，就是唱对我吃一口就会有电了。哎，哇哦！哎呀，谁泡面这么香？嗯、我今天也买那个，买啥呀？不是，谢谢谢谢。还吃饭吗？不吃饭了，不吃饭了。我觉得我今天生日过年这个环节，给大家唱首歌，下播了，下播洗澡去。也不是，就是很多人一起嗨，就是嗨起来。我觉得还是跟我理想中的。画面有一点不一样吧，啥不一样？我给你打快板，肯定没想到。我觉得，像我选这些歌，就是我其实想就是，大家一起去，就像喊新航路那样去喊。但是我还是看到会，我能看到，我看到了大家坐着，就是你想让他们站起来。你这样子，你跳舞之前你说来，大家站起来吧。但是我懂。现在有很多新粉丝，对，就是没有达到我一个理想的状态吧，但是我也能理解，毕竟时代。再给我们林姐说难过了，要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新粉丝也可以变成这样的。这，就是这不是我的寝室，这是我的家。就是。给他唱歌吧，唱歌下播了，下播洗澡去。家呀，不是，这是我家，你都听不出林姐声音，我们林姐那么美丽的声音，我寝室能装那么多？当然能啊，寝室憋了这么多人，咔咔再来20个都能装得下。其实，而且我看我们以前的视频啊。我们这个我选的这个给你们唱首主歌什么的，应该都是靠声很响亮的。可以加一下吗？加啥？夹子音啊！我想点歌，啥歌呀、啊？你想听啥歌？稍微有一点点，等一个我会唱的。是娜姐的心可以装20个，别说20个，咔咔200多。哇哦！谢谢点出的夜蝶，谢谢你点你的夜蝶。你想听什么歌呀？就是说，过元甲的时候，人能这么嗨。我原本不想，我就想唱。哇呀，跟你说，霍元甲给他们都高兴死了。对呀、啊，哎呦，谢谢一顶帽子，别跳跳了。对呀、啊，谢谢谢谢计划的夜蝶。不，然后我原本嘴不想唱的，就是马上之前不是也说你别唱，然后结果我就忍不住，霍，我的嘴一个霍。哎呀。对对。你要听什么歌，兄弟？其实不是，石中花站那里为什么卡掉呢？确实是因为时长不够了。我还以为你知道吗？我在后台我都听得要起来了，我要起来了，咔，那对梗在了喉里面。其实我的歌曲顺序原本是告白是现在，然后在那个不想都有大什么。后来我想不行，那断掉了，然后我就把告白是现在放到后面了。对，很可惜。给大家唱首我很快乐。对，就因为这个。因为这个串烧的时长很重要，就是你关系到，对呀、啊，就是非常刻意啊。
什么不能说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会哭，我不会难过，错谁的错，谁能说得清楚，还不如算我的错，错有什么不敢错，怕什么，相信我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，我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，负一层比错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再不会难过，你别来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的比谁的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做有什么不忍心，把什么相信我不在乎，就算你走了，落就算我的心从十六楼落下，负一层比错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再不会难过，你别来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谁说我不能喝，我喝的比谁的多，走路有点颠簸，也比你强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也不会难过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大不了唱首歌，虽然是悲伤歌，声音有点颤抖，也比你好得多，我还是很快乐，我再不会难过，你别再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，烧掉你写的信，忘掉你喜欢歌，帮助我的眼睛，眼泪掉不下来，我还是很快乐。谢谢谢谢深陷深陷的奶茶，谢谢大家。淋雨，好像那种画那种模特走秀那种的女装。有个眼睛大一点，好像也还。淋雨，那你是那个哎，深陷淋雨吗？那个字念淋雨吗？那你是有在附近？嘎呀嘎呀嘎呀！这么远，这个镜头。救命！你不睡觉吗，姐姐？要睡觉了，要睡觉。好可爱啊！就是镜头太远了，好可惜，我没有拍出我们的可爱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这个是的，没错，这个是哦哦。要睡觉，我也要卸妆了。好，还是高级妆吧。大家睡觉吧，我太困。感谢天一的赞助，感谢天一的赞助。但是不得不说，对，我回去走进去，不能熬夜。远了，因为就是那些亮片不能熬夜。我要看看谢天一在直播吗？娜姐不理我，我咋不理你？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说咋的？你要干嘛？太可怕了！你们不知道，真的好恶心。妈，嗯。晚安，娜姐。赛博之前来几个表情包。真的巨恶心。我以为是那种方的，它居然是圆的呢。能不能不要做这种圆的这种礼炮，真的，我的妈呀！嘻嘻，嘻嘻，大家要记得想我哦。我们十号再见喽。我看了我的那个背景，我的
要的口口一的精髓，口口一的精髓很，口口一上。不对，我感觉我做的他好丑，好吓人。学不来，学不来就学不来，放弃了。笑了，哎呦，看你们，我是这样，直接这样子的。嗯。个对眼儿，呀妈呀，都说对眼儿。你们会对眼吗？再见，再见了，我天，咱们我困了，嗯、好困。就是我看好他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要记得想我，知道吗？就是他很可爱。抱歉，弟妹，没必要为了你。我也画了，我也参与了。我画了插画。小心，不可能呀！你画。赵林姐画的真好，各种画。然后我写了个越来越好嘛。再见。我写一个。我要再见了，跟大家。我要跟大家说再见喽。就是真的，就是我没有想到大家私底下是这样。再见。我真的觉得她很漂亮。就是像糯米团子的感觉。